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Steven Young， 欢迎收看欧洲古董知识家。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主题是 Coat of Arms， 家徽或者是说盾徽。而这个家徽呢，顾名思义来讲，就是指一个家族甚至是皇室它所象征的一个徽章。而这个纹章主要组成的成分有四种，首先是冠冕，再来是盾牌，接下来是盾牌上面的徽章，以及最后也就是它的座右铭。家徽最早可以追溯至11世纪的欧洲，也就是中世纪时期。当时呢，各个家族之间为了要辨明敌我，在战争之中不会误伤到自己或者是友军，所以说特地设计出来放在盾牌、战袍或者是外套上面，用以识别。那么其实家徽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盾牌上面的徽章，它往往会利用不同的动物甚至是植物的元素来代表一个家族的象征物。而下面的座右铭呢，则是这个家族的创始者为了要期许其后代子孙所设计出来的一种类似于家训的一句话。相信有许多关注我们这个频道的朋友都还没有按下订阅的按钮，希望大家可以踊跃订阅，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做出更优质的内容。我是 Steven Young， 我们下期再见。